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女士扎上了腰带之后，提高你的腰线，显得没那么胖。大家好，我是英达，我在直播间这个门口拍摄了央视的年的味道这个节目，就是拍摄了3-4天，非常的辛苦，把整个内容都拍完了。然后那边的老师说让我们自己补拍一个采访那个部分，然后我们今天就补拍采访。拍个腰带，因为我们这个腰带都比较长，就直接有那个带子直接绑在这儿，不是绑在这儿，就是扣在这儿的。但是由于本人去胖了，带子扣掉，我只能是用这种带。那我们蒙古袍子设计的也非常的微妙，用这个呢固定住这个你的身体之后，你在骑马的时候也是避免在马背上颠簸的时候，你的这个五脏六腑受伤。然后在寒冷的天气呢，也防止我们肚子这块着凉，肚子呀、后背呀、这个很容易着凉，防止着凉。而且还有一点就是，女士扎上了腰带之后，提高你的腰线，显得没那么胖。走吧，我们走。来，咱们把那个啥，把这个事情弄完了，把桌子事情弄完了。桌子是什么？